大船扬起了帆，相当壮观。这个停靠在潮州大桥旁的船舶相当吸引民众目光，尤其从路桥一看就仿佛看到大船进港。这是由七合局与三共社区、旧河港协会等单位共同合作打造的流域亮点计划，以清朝容克帆船为主意向建造的新兴景点。我们感谢第七河川局哈，挹注了这么大笔的建设经费去装置一个有艺术意象的哈那一个地方的景点。那从那个我们东港西潮州大桥就可以看得到，这边其实可以营造一下一个地方非常美的地点啊，观光景点。不过我们还是真的要呼吁我们乡亲朋友，要建设这要花大笔的预算，花大笔的公帑，可是维护很不容易。那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在这边随意的遛狗啦，丢弃垃圾啦，希望未来这个地方可以营造出潮州最北端的一个观光景点。由于新景点才刚验收，开始后续的工程进度，近期就有不少游客前往观光，但也留下了大量的垃圾、猫狗排泄物。潮州镇公所及旧河港协会呼吁民众多点公德心，一同努力营造这个入口意向景点，成为观光亮点。现在人家进到潮州看，只要两边大桥看，就可以看到这个景点。那未来是潮州州一个新的入口意向景点，利用这个啊，这个空间合体哈太大了，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做一个休憩的场所。希望说这里以后来成为文化市集，不是卖人情的那一种的，它是文化市集，然后可以卖手工艺品，可是不要卖吃的，然后很多的潮州的这个艺文表演，我们可以来排在这边，可是重点不是休闲，重点是观光。因为只有观光可以带来地方的经济繁荣，期盼未来打造文化市集，成为不只是拍照打卡、了解历史故事的场域，也能办理文化市集、提供展演等，搭配未来社区整合与自行车旅游，将能带动区域整体观光，让潮州镇更被看见。屏东新闻部张志豪采访报道。